进进进进进！感觉我现在锁骨都不明显，明显长胖。而且我腰上的肉赘肉太多，每次换衣服照镜子的时候，把自己吓到了。我从来腰上没长过这么多肥肉。减什么肥呀、啊？主要是你说我一辈子没有感受过瘦，一来就让我胖，我可能都觉得还好。主要是我以前很瘦嘛，然后现在稍微长点肉都有点受不了，有点不能适应的感觉。这两天舞蹈区是不是不能跳？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很多主播都没怎么跳，我也不敢跳，敢当出头鸟。欢迎下一个朋友。Yes。我记得我之前穿这个衣服显得胸很小，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穿有点显大，难道是我自己大了吗？欢迎，好久不见。我的脸是不是看上去有点红？昨天洗了头，感觉今天头发有点没做造型，头发就看上去很死板。哇，谢谢我老白的飞机，老白家人好少，感觉就是我们两个人。房管都没有来，可能今天是工作日的原因吧。柔顺就是没有形状，没有造型，没有那个 feel。 我说的话你信了？周一都忙，好吧。卧蚕画的那么重，在这个镜头下面就跟看不到了。卧蚕可以放大双眼妆，显得眼睛很有层次。太小，反正不大吧，还小。
主要是腰细，所以就显胸大了。粉好亮啊！哦，这个是眼影盒，是那个跟可口可乐联名的，我有两个，而且很便宜，好像40-50块钱一盒吧。我觉得太可爱了，就买了，而且比较小，就平时装包里啊，出去不装特别方便。画眼睛上面，其实买一盒就够了，主要是太可爱了，做的狠心买两盒，是不是很可爱？可口可乐，它还有一个口红，虽然不是很好用，但是也是因为好看买的，反正不贵嘛，几十块钱，买了图自己开心呗。勤俭持家，我是贵的便宜的都买。不过我其实以前化妆的时候就觉得啊，一定要买名牌的化妆品，大牌的化妆品才怎么怎么样。其实现在觉得很多国货的又便宜又乖，然后又好用，就属于心态变化了吧。觉得便宜的只要好用，对吧？安全，何乐而不为呢？真的是，哪怕你用一个500多、700多的化妆品画在脸上，那别人也看不出来啊，对不对？只知道好不好看，所以好用就行，不用那么贵，一定要实用。谢谢夸奖，喜欢主播可以点关注。就喜欢我笑啊，如果你给我送个火箭，我可能会一直笑吧。早上脚的蛋母啊，没弄了，怕最近有人说话不端正，带节奏。欢迎下的朋友，喜欢主播没有办卡的可以办办卡，挂上主播的粉丝牌哦。1毛钱小礼物也可以帮主播送一送，哥哥福星任务还差3个小哥哥的1毛钱鱼吃礼物。差不多关注我2年了哦，可是我都不认识你的 ID， 可能就是水友吧。最近穿的比较淑女，
跟去剩了碗鱼翅。鱼翅是什么？话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鱼翅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鸡翅了。斗鱼来的少啊，我知道啊。今天跳舞嘛，不知道，看一下其他主播跳没有吧。但我觉得最近应该管得非常的严，感觉好多跳舞主播穿得特别的保守。现在话说跳舞白嫖跳舞冒这么大风险，为你跳舞觉得没什么必要吧。你说有火箭啊怎么样的，扣扣分冒冒风险，我觉得还有迹可循，应该可以跳吧感觉。但是跳舞的主播动作不是很多，也不是很性感。基本都坐着呢，就封面的跳舞，就我一点进去全部坐着。嗯，这个主播好像是我们公司的耶，因为他直播间我以前播过，一模一样。这样替我铺垫的么么哒啊，别送我福袋，福袋最坑了，换不到礼物，那个礼物特别坑。替我爱化神的皇冠，替我铺垫的么么哒，谢谢老白的福袋连击，千万千万别送我福袋，特别特别坑。谢我老白的办卡连击，头发又是直直的。谢我老白的办卡连击，我今天补充了很多物资零食，我不想用我那个推车了，我想直接买一个像超市里面的那种推车。我那个小推车小拖车太小了，感觉都放不了什么东西。胖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根本骑不动啊，像二三十斤的猫砂。请问你没有推车，请问你们怎么拿到家里面来？现在外卖啊还是什么的跑腿都不能送进小区吗？只有自己拿。二三十斤的东西，我想问一下，一个女生就靠手提吗？关键她是提也没有，就是勒手你知道吗，提也不方便。我记得我有一次包了一个特别重的快递，是狗粮还是什么的，就是没有推车嘛。把那个快递弄到家的时候，就是休息的时候，我的手就一直这样在抖，你知道吗？就在这样。而且我今天推车的时候，就我会走到单位门口了，有个女的也在那儿，她根本不帮我开下门，就顺道开了一下，她也不帮我。然后电梯的时候，她就先进去了，也不等我，就把电梯门给我按上了，就关着了。好的是好尴尬。谢老白的鱼丸连击。
我不行，我不行，女生还是少拿重物吧，感觉不太好。你朋友给我是吗？一样的，所以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温度啊，十多度吧，穿羽绒服的温度。反正我出门拿东西的时候，又没化妆，又戴个眼镜，戴个框架眼镜，戴个口罩，然后头发乱七八糟的，穿个羽绒服，穿个运动鞋，穿个运动裤，就特别像那种宅女，你知道吗？然后买了很多东西，一看就是那种很懒很宅的那种女士。所以我很理解那个女的为什么不想理我。因为我们那个电梯就是过道那儿有一个镜面的一个装饰物嘛，就可以照镜子。啊，我看了一下自己确实太丑。欢迎新来的朋友，大家有荧光棒记得刷一下哦，有鱼丸也可以送一送，办卡可以走一走。大家晚上好。哦，终于完成二星任务，三星有了。哒哒哒，我买了水果，还有那些蛋糕甜品，还有一个榴莲酥，然后买了两大瓶矿泉水。我真喝不来自来水，那个自来水味道好重。还买了什么？零食、泡面、饺子。被你的车给压了，手机怎么会被车给压了？缺杯榴莲。榴莲酥没多少榴莲的呀，榴莲那么贵，你以为人家舍得给你放？跳舞吗，小姐姐？有火箭就跳了，有五个飞机就跳了。如果是留学生就被喷了，为什么？有礼物就跳呗，还不是跟以前一样老规矩吗？榴莲好吃就是太上火，本来我这儿。这个豆豆，开车打电话，你是什么车啊？被汽车压了吗？还是被电瓶车压了？要矿泉水要被喷吗？哦，好吧，虽然我不知道喷的点在哪儿。哦，我在想开车就算开汽车手机掉了也不会就是掉在马路上面，好奇怪啊，怎么会被车压了？你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对吧，它掉也是掉在车子里面，那肯定是电瓶车就是掉，然后被别人走过的时候路过的时候压掉。野马嘛，你说汽车啊，那汽车怎么会手机掉到外面呢？你是伸出窗外打的吗？
你是说你开野马，还是说开野马的人把你的车、手机给压了？虽然我不太懂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手机从厂里出去的时候，你就是在走路的时候掉了，然后被车给压了，是吗？自己的车，那行吧。欢迎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大家有想要的用班卡可以帮主播上一上哦。对，大家有荧光棒也可以送一送。里面那些主播都是00后，而且就是这附近大学的大学生，播通宵，一个月200个小时打底，太可怕了吧也。所以换一个方位想，我们公司确实对我挺宽容的。啊，天哪，太夸张了。删个文件，网易云就不会黑白了，没关系啊，又不影响什么。200个小时确实可怕了，别和公司合作了，养我嘛。他妈连办卡都不给我办，你还养我？靠什么养？靠你这三寸不烂之舌。200个小时，一天6个小时，对啊。而且，就是新主播只是保底哦，都不是按照底薪加分成这样，就只是保底。太可怕了。对啊，200个，我120个小时每个月。我都播不够，就每天4个小时我都播不够，然后他们都是播通宵的，就梗一梗一梗一整晚一整晚的播那种，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年轻就是好，经得躁。你让我现在每就是长时间每天晚上通宵直播，我可能会死。就是我可以熬夜，就是你让我玩游戏啊，或躺着看小说什么的，看剧什么的，我可以看一个通宵。但你让我直播一个通宵，就坐不下来，坐久了屁股疼。但是要跳舞呢，又累得要死。你想我播3个小时，就可能半个小时跳一次舞吧，我都觉得特别累，一场直播下来，就脖子疼腰疼。
播一个通宵，我也不知道。特别没人的话怎么办啊？还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如我的兴趣爱好如果变成我的职业，我就不是很喜欢。小雪来一段，来一段什么？唱歌吗 ？rap。点舞的话，左边有充能人物可以点。刚刚我房管已经送了一个飞机了，就还只差3-4个飞机。不过你们可以帮我把办卡填满，如果有想看跳舞的话，就还差三十五张。对，一人一张办卡，一会儿就可以看跳舞了。想看我跳舞啊？我还想收火箭呢，真是一天天白嫖的，说的真轻松。没换衣服吗？对，没换。主播365天，每天都穿一件衣服。今天可以跳了吗？应该可以吧，只是不挑性感的，应该行。就是不要动作特别那个啥的。我基本刚刚逛了一下，跳舞主播只看到一个跳舞，其他都没跳舞。而且都穿的超级严实。哇，比我穿的还严实，我说的。我觉得我这样穿的有点露。哇，居然还有穿衬衣这么高领子。对啊，现在应该没有谁敢顶风作案吧。好的好的，老白 OK。 跳舞吗？充能任务点满就可以跳啦。如果是手机用户的话，右下角有充能任务，点满就可以跳舞了，就可以点舞。好想卷一下头发，但是我的发质真的不行了，现在变黄了。这一坨黄的好明显哦。不卷的话，这个发尾真的好丑，就是真的像那个扫把颠颠一样。谢谢安于县长送的办卡2连击。
今天穿的长牛仔裤，谢谢白姐的班卡，谢谢班卡的小哥哥。粉丝排满了6级可以加微信粉丝群哦。话说布丁，你看那个异度入侵看到第几集啊？第四集还是第五集？这讲的哪个杀人犯的故事？是讲的开动还是哪一个？卡吗？刷新一下看，哦，能不能好点？晚上好啊，我嘴巴又想吃东西了。纠结纠结，嘴巴太容易寂寞了，我的嘴巴。谢谢白姐送的办卡连机，谢谢白姐的办卡三连机哦。我看现在还差多少张办卡可以跳舞。嗯，还差29张。哦，开动吗？开动有点菜。嗯，好恐怖。其实那动漫有稍微有点血腥暴力，不太适合年纪小的小孩子看，而且很烧脑。展红翅，展翅红翅头没有？他这个片子看的我，当时我也是看完一脸懵逼，似懂非懂。我以前看完一个烧脑片子，我还可以提出问题，而看完这个，我连问题不知道该提什么，就是。一脸懵逼就看完了。谢谢白姐的三连击办卡，就是让我提问，问什么我都不知道问什么。但是我觉得开头挺好看的，就是开头他那个炫光的那个东西做的挺好。那个什么刘嘉璃吗？还是什么刘璃子？哎，那个就是每次进去都会死一个女的，我觉得那个女的真太惨了。欢迎张小南，嗯，牛批牛批，今天怎么来办卡？来当房管了吗？我也是有时候拖回去看，因为我看的是1.25倍速的。你不是买了什么湿身酒吗？
对啊，我加了1.25，因为我觉得他们说话的语速太慢了，就是正常的情况下。但有时候又太快了，让我就是特别是镜头切的特别快的时候，那我就说嗯，慢一下，等一下，慢慢来，有点懵。那现在整起呗。哎，不行，我要去拿个蛋糕吃。谢白姐的办卡连击。噔噔噔噔噔，谢谢白姐哥哥的办卡。我去拿一个那个小蛋糕吃。这个蛋糕叫豆乳蛋糕，嘿，我没吃过，因为它上面像那种黄豆粉一样的这种蛋糕，第一次吃。哦，它是一个隔间，尝一下，咪咪麻咪咪没注意。这个怎么弄啊？这样子，哦，有点像那个黄豆粉。豆乳蛋糕，让它均匀的附在这个蛋糕的上面。没吃过这个洋玩意儿，带货吗？没有啊，我连牌子都没说。谁设计的这种勺子嘛，真的是开又不好开，人家都是这样子一撑就出来了，它这个哪边撑都撑不出来，有一种大自然风味。我刚不小心把这个勺子，我把这个勺子撑烂了嘛。哎，皮克，你把它吃了。啊，好烦哦。啊，气死我了。啊，我裤链拉着了没拉。啊，好尴尬。这勺子坏了，我就捏着吃。哎，真的是那个豆粉的味道，就豆粉好耳熟，很熟悉这个味道。有点像那个，你们吃过路边吃过那个三大泡没有？就糍粑，就是那个粉粉的味道。嗯，好好吃啊，这个蛋糕也香甜可口。这个粉粉不能一次性吃完，就要省着省着吃，因为要下面也要蘸粉粉。粉啊，就是那种黄豆粉，那个糍粑里面那个粉粉，就表面的那个粉粉，哦，还挺香的，挺有那别有一番风味的。因为平时吃的蛋糕都是什么草莓酱啊、蓝莓酱什么的，它这个还做的挺有，就中西有点中西结合的感觉。
对，糍粑，红糖糍粑，吃不去啊，但是我胃很小，我吃不了多少就就不想吃。好吃，跟我平常吃的蛋糕都不一样，就是黄豆粉，看嘛，我就说是黄豆粉。我上次还吃过他这个牛乳蛋糕，也是盒马里面的，你们觉得好可以去尝一下，盒马应该到处都有吧。亲密度上线啊，你可以待会儿过十二点再刷。咋了？要吃啊？给你闻一下。好香哦，不给你吃，给我馋的要死。别看他这样，他刚吃完饭，我告诉你，还吃了一个鸡肉干零食，就吃了一碗大狗粮。其实我不饿，我就是想吃东西，想想嘴巴，就嘴巴有点寂寞，一定要蘸这个黄豆粉才好吃。他到底要找什么东西？开口，金红，你开这儿，你看这是哪个？哎，这是哪个？开口，你看这是哪个？吉他可可，吉他可。还没吃完，擦什么擦，浪费纸。啊，就是这个黄豆粉太容易飘起来了，弄到衣服上。啊，我吃不下了，但是我想吃，我好饱。喝不到一杯，感觉是刷。我吃不完，因为我刚才吃完晚饭不久。哇，饱的不行。但是你只要吃了咸的过后，你就想吃点甜。没关系啊，吃不完冻在冰箱里面嘛，有什么？咋子嘛？要吃啊？没，吃不得呀，这个太甜了。再来吧，乖嘛，就在那瞟的那个，瞟的那个蛋糕。噔噔噔噔，来给你吃一口嘛，就一口。但是你不能蘸我的黄豆粉。好了，不要让我咬了，就这么多。吃完甜的，就想吃点清淡的。真的好好吃哦，很香，奶香味。
要干干净净。啊，饱了饱了，不能再吃了。啊，真的好饱，真的不能再吃了。我决定11点的时候给大家跳个舞，我觉得我不站起来消化消化有点受不了。太饱了，好想那只狗狗是你啊。那不行啊，它天天就吃我那个嘴巴里面吐出来，不过狗狗它不嫌弃。啊，真的好饱，就是真的打饱嗝。啊，好恶心啊，你这种的。快睡了吧，喝了酒，快躺着了，明天待会儿那个就是断片了，失去意识。咪咪居然没吃醋，可能睡着了，他也是才吃了饭，他才吃了饭过后就一直舔毛，就打理自己嘛。我觉得猫就比狗爱干净，随时吃完饭就开始洗澡。洗脸、洗手、洗它尾巴，不过也很正常，就是它每天没事干嘛，光清理自己身上的毛就占时间，还是要占挺多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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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刷五个弱技，牛皮！啊，真的好饱哦！天哪，我好想睡觉。我感觉我的眼皮好重，想闭上。身上一股暖意，真的，就是吃了东西很暖。哦，我开了空调的，我突然想起。啊，就是很想很想睡，眼睛这么开了已经。这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就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那个时候读书中午午休，我吃了中午饭，一下课就直接冲向那个食堂嘛，然后提前打饭吃了，然后抓紧时间回寝室睡午觉，就养成了这个习惯。然后我每节课都睡，每个老师的课我都睡过。不是说不听讲啊，就真的是控制不住，太困了。
但是我有一个技能，就是在上课睡觉嘛，但是我不是很明目张胆哈，就直接这么趴着睡，我是这样子，或者就这样沉着睡。但我有一个技能，就是打瞌睡的时候，老师问的问题我可以回答，所以说很多老师有时候看到我睡觉都不忍心叫我，你知道吗？就无语了那种。不，你直接趴着睡，说明你这个人态度不端正。然后我们沉着睡呢，是代表啊，我是真的不想睡，但是真的是控制不住，你知道吗？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态度的区别，你知道吗？嗯、我不打呼噜，真的这个技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天我吃饭，我们同桌又在那说我以前上课打瞌睡还可以回答老师问题，所以老师都不叫我了。一般打瞌睡同学他就是敲你的那个桌子嘛。说明什么？说明我打瞌睡的时候我不是故意的，首先，第二就是我就算在打瞌睡，我也是很尽力的在听讲，知道吗？我有个技能，就是可以把我睡着的时候听到的声音转换成我的梦境，然后我梦境里面依旧可以学习，你知道吗？嗯，难道不是证明吗？不啊，一个学渣怎么可能说老师的课无聊？所有课我都睡着过，我真的会呀！你骗你们干什么？只是我自己朦朦胧胧的，你知道吗？就是在迷雾中寻找答案，知道吗？就在梦里的一片迷雾，就是那种恍恍惚惚、朦朦胧胧，就在寻找真相，在知识的朦胧里面去拨雾，知道吗？体育课也睡着过啊。就体育课自由活动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台阶，然后靠在那个边面就睡着。别人都在什么踢毽子啊、打排球，要么就是在操场上压马路，然后就靠在那睡着。哇，特别是夏天睡的那叫一个香哦，就是蚊子太多。我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个体育老师，他就是很高很胖嘛，他脚就很大。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操场旁边有一个水池，就池塘嘛，就有那种小蝌蚪就已经爬上来了，就长脚的那种。然后我们还细数了一下，他一脚可以踩死将近20个那种已经长腿的小蝌蚪，太恶心了，真的。我们还就是去，真的太无聊。哪儿都能睡啊！我之前在那个当护士实习的时候，还不是中午没有我们的床位休息，没有值班室可以休息，就在那个医生职工开会的那个会议室，我就这么就着那个桌子上睡了，拼在一起不就躺下去了，还睡得很香，我觉得3分钟吧我就睡着了。就午休的感觉就好像你闭眼然后睁眼，然后午休时间就过完了。就我基本上每次午睡都是这样的感觉，就闭眼，哎，睁眼，然后午休时间就过完了。嗯，其实读书的时候流口水很正常啊，你在学校你们吃不好，你以为在家天天给你吃卤吗？所以你读书时代打瞌睡流口水很正常。我曾经口水把就是出到半几，就是有几页吧都打湿完了，起来的还在吸流。哎，太搞笑了。学校的时候出丑出的有点多，但是一点都不在意那个时候。现在就不行了，现在有偶像包袱。
现在再让我扮丑角，我可不敢。以前读书的时候演那些小品啊什么的，基本上丑角都是我去演，就因为我能放得开，然后那个时候是真丑，比较符合角色本身的要求。不知不觉怎么没有吃的那个豆粉蛋糕，蛋糕就没了。没有啊，还有很多好吧，你只是看到这一角，你看这边全是，还有这么多啊。嗯，看还挺多的好吧，我最多吃了三分之一，很多很多，真的很多，我豆粉都没吃完。哎，这个蛋糕真好吃，我的天哪，就是没有一般那种蛋糕那么腻。哎，真的很巧思妙想，这个蛋糕没想到跟豆粉结合这么的完美。你们要是附近有盒马也可以点一下这个豆粉蛋糕，挺好吃的。还有一个牛乳蛋糕，都是那种有点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我饱还觉得好吃，但是真的好吃，真的好好吃，好饱，但是真的好好吃，好香啊。要是我这会儿像平时那样饿的话，你早解决完了。主要真吃不下了。干吃不啊？嗯，我胃口好小，吃不要，你怎么着也得就是胃口好一点嘛。我胃口很小的，就是嘴巴馋，但是胃口小，你知道吗？就什么我都想尝一口，但是你让我把它吃完，我就吃不完。我们今天成都有人抢春熙路的那个珠宝店。天，那个新闻，哎，我觉得这贼绝对是脑子有问题。那春熙路那基本上我们这儿警察分布最多的地方，基本上十米一个警察，十米一个武警，还有巡逻队，然后随时到处都有那种站点。基本上我在春熙路逛，随便都能看到警察，你知道吗？最后被那个嘛枪，被枪，哎，打伤了，打了屁股。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太狂了，我说的话剧。深圳才刚，真的吗？就哦，算了，不能聊这个，不好。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那个歌，我应该从来没有在直播间唱过。Hello, 酷狗。I didn't think that it would come to this. I don't rap, so don't go making deep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I wasn't wishing that I would go back to you. So tell me, boy, are you there to enjoy making me feel like a fool? We were all good. 吓老子跳！这首歌有没有伴奏？对啊 ，JCJ 的歌，我有段时间挺喜欢他的。其实这首歌有一个伴奏很好听，就是吉他版、纯吉他版的伴奏，但是只有在唱吧里才能找到。怎么用唱歌都用电脑播放？哎，算好麻烦，想到都有点麻烦。好多歌的那个吉他版的伴奏都好听得多，而且我能唱上去，等着听啊。好，马上。快唱吧，能不能？看我的唱吧，可以把那个伴奏发到电脑上听。不行，找不到，听不了，听不了。有没有小哥哥一毛钱的鱼吃礼物帮主播送一个呗，施舍一波。啊，他的歌就只有这一首歌有伴奏，而且只有钢琴版，也没有其他版。谢谢谢谢我布垫的1314玫瑰发发。我今天能不能把它唱上去？
ticking back in time. The music was a lonely night. If it was a low blow, it's a radio hold down. The only one thinking that why everybody's so obsessed. Money can buy us happiness. Can we all still enjoy right now? Right, everybody look to the left. Everybody look to the right. Can you feel like you're living up tonight? You start to find the money.没关系啊，反正我是跳舞主播嘛，唱歌唱的不好听不是很正常的事儿。谢谢大家小礼物。不对，是广州给，对啊。跳舞主播不跳舞，左右下角有充的任务可以点舞啊。你白嫖还挺理直气壮的，多才多艺被你说成了，那你咋不说你白嫖？可耻！你看你就不说自己的问题，就只当往别人身上找问题。妈的，批那么多女主播不跳舞，你就跑来说我，给你他妈给你脸了，八哥。欢迎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没有关注可以点个关注哦。谢谢刚刚大家的小礼物连击。骂你干嘛去？有没惹我？中风险地区，你说那个疫情的那个吗？其实我觉得白嫖没什么问题，就是你别他妈逼逼我就行了。既然白嫖，就别一直逼逼逼了，要求这儿要求那儿。
但是服其他主播不怼你是因为直接无视你，那我不一样，我这个人确实喜欢怼人。你刚好就是撞在了我这个兴趣爱好上面。抖音上那个啊，真的吗？那这个要严管了，好恐怖啊！这些好烦啊，这些人真的是。迪士尼啊，听过这个地方，但是没有。不知道在哪儿。哎，刚刚怎么逼逼我的人就不逼我了？哎，我就他妈怼了一句，你就不回嘴了吗？什么东西啊？太垃圾了吧也！十一点跳舞属实吗？属实啊。想跳就跳呗，不想跳也可以不跳啊，反正又没关系，对吧？我觉得吵架这东西，只要你占理，咋说都行。口红多少钱买的？忘了，100多块钱吧，这个小小牌子。那我就敷衍的跳一下哈，毕竟坐久了屁股疼。反正我是那个网络上重拳出击选手，只要他们在网络上惹我，那就别怪我重拳出击了，告诉你。喝多了，喝多了一般打字打不了多快就不行了。说的我跟那个母老虎母夜叉一样。
to spank it hard, but when you can love, all you gotta do is tell daddy. You know I'm rolling with you when the lights come on and the club close. Yeah, tell daddy. Tell daddy, tell daddy. Tell daddy. What you saying, girl? Babe, tell me what you need, you know I got it. Babe, tell me what you want, it's yours tonight. Tell daddy what you wanna do. You know I'm buying one for me and getting one for you. You know I got the top floor with the city view. I'm that nigga, I can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All this ain't money, can't buy love, but we can try. All this sexy dancing got me open, looking high. You deserve it, babe. Tonight you look perfect, babe.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like. I know you ain't a rich nigga in your life. Tell daddy. And do I need a bottle when I walk up in the club? All you gotta do is tell daddy. Daddy, I want you to spank it hard, but we're making love. All you gotta do is tell daddy. You know I'm rolling with you when the lights come on and the club close. Yeah, tell daddy. Tell daddy, tell daddy. Hey, little mama, this way I got sauce. Only queen needs you to step to a boss. Let me whisper your ear like I'm in the front trying to see what they look like. Damn, shawty got hands in the club popping bottles like the mall pop tags. Everybody in my squad got hands. She bad,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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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bad, but she mediocre. Ain't gonna nobody feel it, so I let her come over. Big girls in the club need a little too. He can't let them in, that's just how we do. Everybody on pop like everybody in the club had a good night. Ain't nobody get shy, ain't nobody fight. That's what's wrong, got me thinking when she broke like. Tell daddy. You know I need a bottle when I walk up in the club. All you gotta do is tell daddy. Daddy, I want you to spank it hard when we make love. All you gotta do is tell daddy. You know I'm rolling with you when the lights come on and the club close. Yeah, tell daddy. Tell daddy, tell daddy. Big fire like rock stars all day. Put my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Put me up to my heart and make me happy.
冒着高风险跳舞，结果跳完舞啥都没有，办卡也没，哎呀，就很真实。我家狗它想看我干嘛？哎，好饱。欢迎下来的朋友，没有关注可以点关注。金屋晚上好。他有点困，他就是睡眠特别浅，就是一点声音他都会醒的那种。我就不知道那些有些狗睡得很死的是怎么睡那么死。我家狗就是稍微有点声音就叫就醒。现在跳舞都成高风险了，我说这几天我还不懂吗？还要说还要我解释得很清楚吗？要只能说明他在意我啊，这个房间就我一个活人，他不在意我在意谁？只有我一个人会动会发出声音，会给他带来伤害。谢谢单刀路上送的魔法球，谢谢黑麦先生的魔法球球，没有关注可以点个关注哦，大家小礼物可以帮主播送一送。还差两个小哥哥的魔法球。嗯，我今天不撩拨他了。挺住吗？江南？嗯，非常。他肯定都搞不懂为什么每天我坐在这个椅子上面，自言自语在那儿。砸舌头，回味刚刚那一口蛋糕。谢谢谢谢单刀路上送的魔法球哦，谢谢麦先生的魔法球。大家还有魔法球可以帮主播送一送哦，有一毛钱与智力我可以帮主播送一送，谢谢。谢谢麦先生的班卡，粉丝排满六就可以加微信粉丝群。11点钟之前没有牌子的朋友可以把牌子升到5级，12点过后就可以升到6级啦，就可以加微信粉丝群。这真是男的魔法球，可以。他特别喜欢侧着睡觉，可能是他身子太肥了吧。但是它有一个地方让我觉得很可怕，就是比如说晚上3点4点起来上厕所嘛，就半夜的时候，就安安静静的过道，然后他就坐在那个门口对着那个防盗门，就，但是他不是对着防盗门，而是对着防盗门下面的那道缝，门缝，他就是生气的那种，你知道吗？啊，就给我吓惨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每天晚上睡觉我把门反锁，我好害怕，就像鬼片里面演的，就有一个鬼其实就站在你们家门口。哦，太恐怖了。其实
谢谢主播群宝眼睛 Jaya 送的魔法球球，谢谢小哥哥的魔法球球。不是，他不是在闻，他是在发出第一吼，你知道吗？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就是咧嘴的那种，你知道吗？而且他对着门叫，我都可以理解，比如说有外面有声音啊，怎么样？但是什么声音都没有，而且还是对着门底下那条缝在叫。狗也能看到啊，我家猫没有吧？它没有表现出害怕，它虽然有时候会有一点神经质，比如说，就是。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就说猫它的眼睛视力很好，它可以有时候看在空气中漂浮的那些灰尘。或者毛发什么东西就吸引他注意力了，只是你眼睛没他好，就看不到那个毛发或者脏灰尘之类的。你喝了酒，你胆子还这么小，小小男。后来我，如果用科学的解释方法，就是应该是。过道里面不是有风吗？吹得很大，然后门缝就有那个风进来，会有声音，就会让他觉得那个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不然我想不出其他原因。不可能说有个鬼在我们家门口站着吧？然后 Kiko 不让他进来，那也太可怕了，我要吓死。欢迎新来的朋友，没有关注可以点个关注哦。那就也不是变张飞了，张飞还不是怕鬼。Hello Alison， 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新来的朋友，没有关注可以点个关注，没有办卡的小哥哥也可以点个办卡哦。大家要一毛钱的鱼吃礼物或者是魔法球都可以帮主播送一送，帮主播过过福星挑战的任务呗。我真的长胖了，你们看我那腰上赘肉好可怕。究竟喝不喝？不喝了呗，上头你就冻冰箱了呗。而且 Kiko 有时候他特别想睡觉，他就是闭一下眼，然后又睁一下看你，然后再闭一会儿又睁一下看你，笑死了。对，狗睡着了，他没睡，他眼睛睁开的，只是在酝酿睡意。主要是我一直说话，然后动来动去，他就会有点，他就想看我在干嘛。喝了两碗，直接重了5-6斤啊！那水肿啊，浮肿了。浮肿了你、啊、这狗腿好短，嗯，对，它本来就是短腿狗，它腿不短，还没那么吃香。想想他以前是有刘海的，现在秃顶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猥琐大叔了，已经变成。他以前小时候好正太啊，就是那种小正太，现在老了，真的。对啊，你想他额头上全是一撮黑毛，长着长着就退了。科技上楼梯不方便嘛，它很方便，它超快，对吧？腿短跟灵活它没有太大关系，你腿再短但是你灵活你依旧很牛皮。谢谢叶太美哥哥的皇冠，谢谢。噔噔噔噔噔，还差几个那个啊？啊，
魔法球送够了，现在只差一个小哥的鱼翅礼物还有礼物数，就礼物数还挺差挺多的，那也就是两个火箭的事儿，小问题。对，不在长短，重在技术，这句话真的是一针见血，你知道吗？他没睡着，他在微醺，就跟小小男生一样。他在听我说话，他的耳朵，他的耳朵的朝向朝哪边？哪边就是有发出声音。连我动一下都不行，他在看我在干嘛。给我真长胖了，跟我一样，我也长胖了，一身的赘肉。我开车他听见了，所以在悄咪咪的盯我嘛，鄙视我。好，我接下来给大家唱首歌。他的眼神，他经常就是拿白眼瞟人，你知道吗？就是头不动，只有眼睛动。那精神不太好，谁吗？狗吗？你也不看现在多少点啊？正常作息的狗就是早睡着，就我家狗还在陪我熬夜。痛快的哭一场，是不是就能够变坚强？一个人在悲伤的秋千上来回的摇晃，你知道我为你受的伤，到头来还是要自己尝。没有流泪不代表不会悲伤，不被爱的人只好流浪。我知道我也可以忘，我也可以放，自己要为自己着想，受了伤从不对别人讲。我知道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当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挡？但是我这会儿只要说一个字就可以让他马上精神百倍，但是我不想说，因为昨天说过了，昨天已经给大家试验过了，就是对他来说的敏感字眼是。如果说这是一次逃亡，目的是没有人的地方，面对自己我只好选择投降，少受一点伤。我只是这样一个肩膀，得到的是你的贴心掌。有时想想没有你我也一样，大不了多红一次眼眶。我知道我也可以忘，我也可以放，自己要为自己着想，受了伤从不对别人讲。我知道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当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挡？我知道我也可以忘，我也可以放。离开你现在是的绝望，我
我知道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失去得到的是感伤，其实都一样平常，其实没什么两样。我在舞蹈区啊，我家狗肯定觉得我每天好无聊，就面对坐在这儿自言自语的人。欢迎新来的朋友，没有关注可以点个关注哦。我在舞蹈区啊，颜值区的话是竖屏，是手机播的，我现在是用电脑播的。给呀给大口，他经常这样莫名其妙瞟我一眼着。武汉解封了，那挺好的啊。之前有粉丝说他可能要去武汉工作，我觉得这可以去啊，因为现在肯定控制的都很好。主播应该也好很多吧，嗯，反正一般吧，挺凉的。谁呢？谁呢？咪咪，咪咪，糯米，红糖 ，Weather， 卢卡斯 ，Tiber。豆豆，来吧。对他，我喊其他就是动物的名字，他也会比较那个敏感。图图，图图，他还是懂，就是我，他有时候不吃饭嘛，挑食，我就拿着他的碗，然后我喊咪咪或者喊酸奶，他马上就把它翻吃。所以就是他还是能明白你的意思。你看我一拿吃的，哇，你也太真实了吧，你这个狗手嘴狗真是，他伸懒腰还发出声音了，你知道吗？啊，这个声音。给你闻一下，哇，盆香，给你。立刻。所以你说他精不精嘛？他的聪明才智都只用在他自己喜欢的地方。欢迎新来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没有关注可以点关注哦。咋子嘛，想吃嗦？嗯，只吃一口啊，给你喂一口。唱的不错啊，真的吗？我一般唱歌没弹幕，因为都不好意思喷我。好了，只吃两口不能吃，别个狗哪像你这样子嘛，现在只晓得像嘴。神小伙再唱一首可以啊。
diamonds dancing on my wrist, I'm sorry. That I ain't begging but fucking no bitch, I'm sorry. That I ain't like these other niggas, I'm just worried about my fingers, dust. 我去 P PK 一把了，私你过了这里。晚上好，晚上好。嗯嗯，我在玩什么吗？嗯，现在可以玩纽约吗？昨天？只能玩那种机械性纽约字。哦。嗯，那坐着吧，那就坐着。那就坐那个端水管吧，行吧。啊。然后，如果输的话，你借我这个鼻血，怎么样？可以吧？啊，那你输的话，就画一个嘴角流血吧。再画一个，谢谢玩，谢谢玩主的星空火箭，谢谢。坐着转还是站着转？坐着转吧，站着转肯定要，你懂的。好，行。我虚，我怕，太怕了。那我放歌，我放歌。嗯，好好。谢谢玩主的摩天轮，谢谢玩主的摩天轮。谢谢粗面送的，哇，好黑，太黑了！谢谢粗面送的火箭，谢谢粗面送的火箭，谢谢粗面送的火箭，谢谢鱼丸，谢谢小礼物。我看到你，我也流鼻血了。小不点的我摩天轮，好歹不是光头就行了。我还差500分，还有半分，还最后二等奖上单，我上一单。一票也太夸张了。他们都是夜猫，现在出来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是因为我发消息了，我说我不信任我没有过，要不然你以为呢？我就不好意思，我就有什么说什么啊。我心中发了消息之后就很没错了，怎么办那种的。对呀，贝克，欢迎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
对，换了一件衣服，换成旗袍了。玩主好黑，我不知道啊。我现在因为我是登了主播的号，我看不到我房间抽奖的那些东西。看不到我房间里有哪抽的哪些什么的，特别黑。没事儿，别说没事儿，不哭。Kiss me with the lips of doubt. Please don't fake it. Fake it.小道具、鱼翅、一毛钱鱼翅礼物都可以送一送。海龟来了，小海龟来了。你在群里面说的吗？在群里面说的吗？我给他关了，不在群里面发视频，发不到视频。有小姐姐啊，怎么你想对我的女粉丝下手吗？带着别的牌子的，谁带了别的牌子？你说的是玩主吗？为什么你说闪了六弯去对应我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我好像什么时候，好像什么时候你也说过同样的话。真的，我都搞不来了。欢迎胜利，欢迎胜利。因为最近不是管得严吗？救命啊！嗯，小卡的飞机。嗯，你看我给你发消息，接电话前一个哪一个？最喜欢是哪一个？我还以为你的心中 only me。我以为你的心中只有我。我送一首诗给你：满墙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蓬莱未始人君客，今日出使未从安。有哪首诗送给你？我很压抑。我生日的时候你也没有来，但是我被打了那么惨，对吧？我被打，那我就不好吗？我分明是姐姐型的呀。你的可真
位大哥，你别说，你的可以太多了，到底你想要什么，不如还看但是就没有，我说的是胜利，我说的是胜利，你看我这首诗怎么样，我这首诗是不是很好，好诗好诗好诗，有跟我们诗人一较高下，谢谢唯一哥，哇唯一哥这么多十个钻戒，我的天，差点差点，可以可以，画笔选，说你，说你，我说胜利啊，真的是认识这么久的日子。好，兄弟，谢谢。好的，那我挂了，拜拜。拜拜。差一点儿，谢我不掉的城堡。洗白，洗白。不过我房管都尽力了。谢我不掉的大城吧啊！谢我爱好者的卷儿卷儿，谢谢我反过来的城吧，还有大狗劲儿啊！不掉这个，说错了。每次不掉就跟最后一道防线一样，差一点，可惜。欢迎新来的朋友，没有关注可以点个关注哦，大家有荧光棒小礼物可以帮助我送一送，看一下私信应该过了吧，嗯，过了，不错不错，十个十连想想就很激动，不跳，小白给他转转，没想到第一把 PK 就连到七个了，我之前跟他连过一次，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哒哒，算算算，斗鱼老主播。他有没有播过六年啊？在斗鱼，感觉播了好久好久。其实主播之前。
天比拼不是看颜值，也不有时候也不看才艺嘛，最重要的是情怀这个东西。我想我这么久吧，今晚上吃的太饱了，这
困意到现在都没结束，都还没消化完。有这么夸张吗？我都高了170。疫情还不胖呢，一般都饿死了。哦，我真的胖的有点厉害了，我觉得这个腰上肉真的是可见性增长。而且我那天不是去都江堰玩嘛，就是前两周吧，好像是。然后我们当时，我跟我好朋友他们去按脚嘛。就那儿有一个秤，然后我就称了一下，100斤了，我都太可怕了。想找主播小姐姐一起玩，那就刷礼物加微信呗，不然就干在总榜前三。想找什么样主播？找不到。谢谢眼镜摘了送的魔法球。恭喜破百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back 的拽拽，谢谢眼镜哥哥送的魔法球人机。谢 back 的拽，抽，使劲抽。好饱，太饱了。哦，恭喜破百嘛！哦，我才反应过来，就我不知道是那个秤的原因，还是我真长这么胖。我以前才91的好吧？谢谢 back 的魔法球。毛子吗？毛子在播吗？他怎么会说到我？说他怎么会说到我这儿来？只能说是秤的原因，我也觉得，因为我豪子妹他们所有人称那个秤都偏重，那就是那个秤有问题，不是我们集体变胖，是那个秤被人做了手脚。好卖他们那儿的减肥套餐，减肥理疗这什么东西。谢谢眼镜的魔法球人机。以前毛子看我，以前那都1年前还是半年前的事了。谢谢眼镜哥哥的魔法球。偷偷看我吗？哦，那我不知道哎，反正他以前经常还是来查房，也跟我 PK 过，虽然我全程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砸蛋几率感觉调低啊？那肯定的啊。我觉得之前砸蛋几率挺高的，动不动什么魔法书皇冠就出来了。抽奖都是坑，谁知道吗？其实都知道抽奖是坑，但是就是想抽，就是不信那个邪。他斗鱼出来一个抽奖的活动，他就会把中奖率调高，然后这样的话就有很多人想去抽。当你已经沉醉在其中，特别相信自己的时候，不能自拔，他就给你调低中奖率。
你还不是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就发现，哎，怎么不中呢？怎么不中呢？好不容易之前抽中了，断了，啊，我的这个勺子断了。好不容易之前中了，后面又全给亏回去了，对吧？都十二点，早点睡啊！你睡嘛，你要是管得宽，你不养我，你要是管那么多。对啊，就是套路。哎呀，非要我拿这只手出来，真是。啥来着？想吃，想吃个人表现好点儿哈。想吃啊？我说，我说，咋了？快点！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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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说，好笨啊，真是笨的要死。我给它刮到这个盒子里面去了。走了，我说，空气握手，空气握手啊！我教了他一招，叫空气握手，就是把手给空气握。就是特别好吃，就喜欢吃这些香的。舔的不够干净，再舔。看不到，镜子挡着，那个椅子挡着，很舔干净，不要浪费粮食。吃。闻着挺干净。不能浪费粮食。我说我教了他一个新技能，叫空气握手，就是坐着我不用把手或者脚放过去，他自己跟空气握。谢谢刚刚眼镜哥哥的魔法球纹，对，我是成都的。其实挺乖的，你看这么久它也没一直闹，像有些狗要吃的话就一直扒拉你，要么就做拜拜，就是一直都很疯的那种，它就不会，你不给它就不给，它只是默默的望着你，给你施压。好，早点休息，早起的可以早点休息了。他只听得懂四川话，听不懂普通话。我怀疑他喜欢在灯那儿，是因为那灯照着很暖和。他以为我不知道他在看我。
to close our eyes. Speeding through red lights into paradise. Cause we've no time for getting old. 再表演一次出去耍不行，你看我用普通话说出去耍他就没有反应，但是用四川话说他就反应特别激烈。我怀疑他在期待我说出那句话，就是四川话版的出去耍。你看普通话他听着就反应没什么反应。My youth is yours, run away now and forever. My youth is yours. 他就死死盯住我。不想试，他的那个爪子踏着地板。他会不会奇怪为啥屏幕有只狗，我怀疑他那个角度看不到我的屏幕。好像狗视力不是特别好是吧。我怎么养了一只柯基啊，我应该都养了三年了。My youth still young。哎，我都困了。哦，早点休息，大家都早点休息。我一会儿也早退了，这人实在太少。跳舞又不敢使劲跳，还是当游戏主播爽。他很怕我这个声音，就比如说他在做任何事情，然后我只要发出刚刚那个声音的话，他就马上停下来。这个声音就是挨打的前兆，你知道吗？是不是好肥一坨嘛，在那躺着。好肥的五花肉。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就这尘埃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越好断人好傻。我开车第一眼漫无目的的转，肥肥的，但他都长得有点瘦了。我基本上我楼下啊或者我们小区里面的柯基都比他重一半，你们知道吗？他才20斤，别人狗都三十斤了，别人狗都是没有腰线的，他都居然有腰线。柯基有腰线不好看，就是要肥肥肥的，像个面包一样的，挺好看。太重对他心肺不好，那你人家柯基不都那么正常吗？就是正常体重就是那个，他就是挑食导致他没那么胖，没那么壮。披着黑皮的猪，披着花皮的猪。金毛39公斤，嗯，小小奶，我们刚刚说你是不是倒啊，或吐啊，或者断片啊？这应该是缓过劲儿来啊，喝通透了是吧？柯基本来就胖一点才好看，我就是想让它长到30斤的样子。Kiki Kiki Coco Kiki Coco K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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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 K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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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过我觉得宠物品相不重要吧，最重要的是你们。再说它陪伴了你那么久，就算世界上有比它再好比它再优秀的狗，但只有这只狗是你最喜欢的，最对你来说最独一无二最特殊。它叫 Giko， G-E-E-K-O。那屁股还动了呢。弟弟，你困了？我还有一个，就是不说四川话的。不说四川话的出去玩，但是呢就是问他想不想你知道吗，但是不说后面那三个字，然后用眼神示意他，他也会受不了。看啊，我就不说那三个字，最敏感的那三个字，只问他想不想。你好，想不想？想不想？免疫了，因为一般看我没站起来就知道我是骗人的。国外好像把宠物喂太胖的话算也算是虐待动物的一种。充满笑与泪的生活 baby， 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说多一些有一个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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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有一次我朋友他们来，然后来我们家吃饭嘛，然后我就是吃完饭过后他们在看电视休息一会儿，然后我就说带狗子下去走一下，他想上厕所，然后我就下去了，但是边遛他的时候就边玩手机，那个时候没牵他，然后回去就是刚进单元门我还在看手机，然后等坐电梯的时候呢，因为我明明看到他进那个单元门了，就我开门的时候他嗖一下就走进去，然后我就按电梯门，然后狗子不在了，我找了半天到处喊，楼下楼上那个安全梯在那喊找不到，掉了小区里面找焦了没找到，后来找保安调监控，然后我朋友他们就在楼上给我打电话说 Giko 自己回家。那因为那个时候还点了外卖你知道吗，点了那些零食啊什么的，点了饮料然后送上去，然后我家狗就跟那个外卖员一起上去。我在底下找的都快哭了你知道吗，我当时调监控那个保安动作又慢，半天都调不出来，真的是我看着我着急的心慌。聪明不知道吧，可能是幸运吧，然后就溜他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敢丝毫懈怠。还好没掉，我当时就怕他出那个小区门，然后看到其他母狗就直接管不住自己。我已失去你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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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是不是爱过爱不够所以你要怀疑，
要回答了，都是其实房子大了我觉得不爽啊，还要打扫卫生，还要请保姆，对吧？你从这儿走到那儿你还要走他妈那么久，不累吗？我觉得反正100平以内，100平到70平我觉得就很合适了，1套2啊，这种1套3。要那么大空间干嘛嘛？不难受吗？真的是，我不喜欢特别大的房子，晚上睡着很没有安全感，黑压压的，就你一个人，好恐怖，我觉得。而且我也不喜欢住别墅，我觉得别墅也好恐怖，特别是国外他们那种一栋一栋房子的嘛，而且感觉他们好像都不锁门。就那些嘴挖子什么的，就好像一翻就可以翻进去了，好恐怖，好太没安全感了。然后院子也是随便，那个门槛低的好低哦，栅栏一翻就可以翻进去了，感觉。安全警报啊，哦，但我还是觉得有点恐怖。我们这路口，你说不爱我，放你在夜里难过，连再见也不说，而眼泪没停过，哭到我鼻涕流。爱情就是黑洞，对，空荡荡的会有点难受，说不出来那种难受的感觉。我想要爱你却迷失了我自己，家里保姆比他家人肯定啊，给的是不是真爱。对，独栋我觉得就是有自己的花园，然后狗子可以在花园里玩，还可以养点那些盆栽。但是我想一下我自己，妈呀，懒得门都不想出，床都不想下的，我还种盆栽哦！我从小养到大的绿色植物就从来没养活过，我养多肉都能养死，你知道吗？仙人掌更不要说了，不知道死了多少个仙人掌。真的吗？忘了关安全警报，那还挺棒的耶。这么说好像还不错的样子。请保姆就有点尴尬，有时候觉得就自己这么懒，好像他会不会在心里面鄙视我什么的。现在你之中没有人救我，挡住了啊，一不动。都是你曾经留的讯息，你眼神的无奈犹如离人飞过来。我只要一动摆动它，好像什么它就会动，就反应特别大。有个保姆省心，我知道啊，但要找个靠省心的保姆也比较难哦。我还在做梦，你的恋爱喜欢我，我的希望落空，而想得不得手。对，你像我平时请保洁我都不会让他进去打扫卧室，然后这个房间我本来也不想让他打扫，但是他就是要打扫，我说那随便扫一下就行了，别拖都不用拖，他就要给你拖，然后把你在桌子上东西给你剪顺，把纸那些东西全部给你扔，就衣服给你理到一起就尴尬的。其实有时候觉得就陷入泥沼中，没有人救我，给口我唱歌好不好听。
给我想不想给我想不想给我想不想最酸想不想浸泡在时空中的瓶里单纯想要呼吸讨厌云里雾里触摸在被遗忘的抽屉你曾经的手臂写着心口不一现在是黑夜陪着我的随便像迷路的天鹅有时的水天高兴不高兴了，嗯。哇，你不知道平时真的要出门的时候，他那个叫的，就是这样子撒娇。炽热的眼神。他是是弟弟。怎么会老儿他那个高下就算了是。儿那么恼火。你的啥语音调出去。那别个狗儿怎么会出去算了侧脸看见我双下巴好正常吗缩起来肯定有啊、嗯、那你说站直了咋没有抱起来玩吧嗯二十斤不是我想抱就能抱的太重了、嗯、我还超大发脾气对啊哪有狗晚上出去玩的啊不现实而且他今天已经出去过了我拿物资的时候就带着他的这么冷这么晚还想出去玩真的是谁撩拨他的不是我他自己撩拨他自己你看他黑眼圈都熬出来了还不睡觉一天只晓得出去玩真是Kiko 过来过来 Kiko 过来嘛来你球球来他知道去找他那个球但是很敷衍的找有时候他球就在他脚边他都要假装在到处看 Kiko 球球来谁来了呀谁来过来谁来求求了呀求求了呀求求了呀给好你求求了呀求求他在找就算那个球就在他旁边他也会装作找不到就是在看就是很认真的找但是其实他很敷衍你知道吗他眼神好烦啊真的是一天到晚就像催命一样真的是讨债鬼老咪红蛋红蛋晚蛋卢卡斯提巴老咪求求了呀求求了呀好求求第一次我等到你的时候封面笑得很开心啊我一直都很开心啊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些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你
很宽阔的背。啊不行，我好困，我早点休息了，明天要早起，但我还有事儿，去找我妈妈。早点休息了，我下了，我太困了，这时困太困了。拜拜，谢谢大家今天送的礼物哦，谢谢我的粉滚滚。大姐就早点休息了，明天要上班吧。好的好的，不放下不放，我上厕所了，憋不住了。拜拜。